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四，那我们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有音乐性的演出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歌手，上半场呢是来自花莲的太巴朗部落的阿美族歌手，他叫做 Debus。那下半场呢是我们台东成功的小马部落的喜匠。那今天八点到十点就会由这两位歌手，那上下半场会有都会有音乐性的演出。那今天下雨的关系，所以如果说在室内，也希望大家在其他座位上不要放置个人的物品，因为我们今天位置有限。那如果待会你需要雨衣的话呢，我们在外面，待会外面的小吧台上面会备好雨衣，那都可以免费索取的。也希望大家不要淋湿，很容易感冒。外面也有伞架，如果有带雨伞的就可以放在外面。那刚刚大家进来有看到今天的一个黑板，那旁边有 QR code， 有我们的那个铁花村的 LINE 跟我们的网站。那如果对铁花村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，现在应该大家都在用智慧型手机吧。对，就可以下载那个扫 QR code 条码的那个 APP， 然后只要扫一下，就上面就可以搜寻到我们铁花村的相关的一些讯息。然后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铁花村的环境。在大家刚刚买饮料的地方叫做铁花吧台，那旁边有铁花好店跟台湾好店。那如果因为今天下雨嘛，然后你的布鞋不小心湿，没关系，我们那边有拖鞋。啊，我今天不是穿铁花拖鞋，然后还有毛巾，都很漂亮，很好看。你看雨越下越大，如果怕淋湿的，就可以到那边去购买我们的毛巾跟拖鞋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们周五、周六、周日在周边都有慢市集，但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，所以如果明天还有停留的朋友，也可以逛逛我们铁花村的周边的慢市集。然后因为待会室内表演，那如果你们的手机呢，现在可以拿出来把它关成震动，也不要打扰其他正在很专心看表演的朋友。那其实我们这边灯光都还蛮亮的，所以在拍照的时候就记得把闪光灯关掉对，好吗？然后在大家后方，正后方呢就是我们的洗手间，靠近里面的是男厕，靠近外面的是女厕，同时那边也是我们的吸烟区。那我在这边也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还有铁花村，再次欢迎大家可以来到铁花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欢迎今天上半场的歌手 Debus， 拍手，谢谢。开始就带阿美族的歌，
的人那古这首歌叫《日出东方》，然后谢谢，是大学的时候呢，在台北念书，然后跟一群阿美族不同学校的阿美族学生聚集在台北，有一个阿美族学生会，我们一起学这首歌。然后后来多年以后，我去夏威夷待了三年，然后每次想家的时候，就会就会唱起这首歌，然后就很难过。但是因为在夏威夷，所以太快乐了。其实想家的时间没有很多次。然后我在夏威夷呢，认识一个好朋友，她是台湾的赛德克族的女孩。那去夏威夷念书之后回来台湾呢，她在夏威夷就学了大溪地的舞蹈。那回来台湾呢，就当大溪地舞的老师。然后大家如果对大溪地舞有兴趣，可以搜寻看看，他的名字叫做库姆瓦利斯。然后这首歌呢是因为他的舞团要演出，然后请我练习，然后在他们表演的时候在后面伴唱。这首歌呢叫 Teva Nui， 那意思大概就是说这是一个呼唤，对于这个岛屿上面的原住民是一个呼唤，要大家保护所谓的生命之泉，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。那他们很深很深的智慧是要让原住民来follow 来承袭的。是这首歌吗？
紧张呢。好，他叫我讲话慢一点。好，我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叫做《走江湖的台湾好姐姐》。所以台湾铁花村是台湾好基金会的事业体之一，但是我叫台湾好姐姐，不是因为台湾好，然后因为我在台湾加入了一个音乐团体叫做野火乐集，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呐、啊，就是到处去推广原住民的音乐，然后有机会到大陆去走江湖，那一个音乐节的名称叫走江湖，然后到大陆去很多的地方，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大陆优秀的民谣歌手，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做万晓利。我、哦、还没有讲为什么叫台湾好姐姐，因为在演出之后呢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联谊的活动，联谊的活动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热情的会拿出他们很神奇的一种饮料，然后想要跟你寡诺啊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台语？那因为我不想喝，所以我就逼那些民谣歌手一起喝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姐姐疼弟弟，你不喝就不让姐姐疼。”所以从那之后，他们就叫我台湾好姐姐。那不管他们年纪比我大比我小，他们全部都是我的中国好弟弟。嗯，好。哎，对不起，孤独鸟。
好了，终于不用弹乌克丽丽了。然后呢，刚刚那是万晓利的《孤独鸟》，然后接着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组大陆民谣歌手，他们是野孩子。那其中有一位成员叫做张伟伟和郭龙，大家有没有看那个《我是歌手》？有哈，有一首《米店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就是最后决赛的时候，那个谁啊，那个啥，老狼唱的《米店》，就是哎，有大陆来的朋友吗？好，有没有？怕唱不好。好，其中那个就是老狼在决赛的时候唱的《米店》呢，就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张伟伟他的作品。那除此之外，还喜欢他这首歌，叫做《眼望着北方》。你们喝酒吗？望着北方，弹琴把老歌唱，没有人看见我，我心里多悲伤。我坐在老地方，我抬头看天上，找不到北斗星，我只看见月亮。我走过了村庄，我独自在路上，出凄凉。我走过了城市，我迷失了方向。我走过了生活，我没听见歌唱。我眼望着北方，弹琴把老歌唱，没有人看见我，我心里多悲伤。我坐在老地方，抬头看天上，找不到北斗星，我只看见月亮。多悲伤，我坐在老地方，我抬头看天上，找不到北斗星，我只看见月亮。我走过了村庄，我独自在路上，我走过了山岗，我说不出凄凉。我走过了城市，失了方向。我走过了生活，我没听见歌唱。我走过了村庄，我独自在路上。我走过了山岗，我说不出凄凉。我走过了城市，我迷失了方向。我走过了生活，我没听见歌唱。我眼望着北方，弹琴把老歌唱，没有人看见我，我心里多悲伤。我坐在老地方，我抬头看天上，找不到北斗星，我只看见月亮。接着再介绍下一组台湾好弟弟，他们是广东的一个乐团，叫玩具船长。那其中主唱呢，小李是来自一个广东唯一的海岛县，叫做南澳岛。
那个地方呢，讲的是潮汕的方言，就是闽南语，但是又跟 台语很不一样。那它的位置呢，就在厦门、香港跟高雄的中间中心点。然后台语很不他们的闽南语就跟台语很不一样。比如说下雪的雪怎么讲？雪，他们叫雪。然后天空，天空天哦。天，那如果是天空呢？好，他们叫天空。然后青春怎么讲？他们叫青春。嗯，所以很不一样。这首歌呢叫做走我们回家吧，那就是这个主唱小李他的心情。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岛出生长大，那长大之后家人都很希望你可以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，然后出去讨生活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其实很想回到家里面。所以他歌词有一个是说 有一段歌词讲说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姑娘带着满脸理解的笑容告诉我说，走我们回家吧。听无，没关系，你们回去 Google。他叫做这个乐团叫做玩具船长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走我们回家吧》。没有手机哦，那我等一下歌词给你。谁？你吗？啊，是谁？好，是好，住外面的朋友吗？摇滚区的，那个门口的妹妹，你进来嘛？你一直在那边，我很不好意思呢。进来啦，黄美萱。
这样我就觉得很像有人一直站在门口监视我。好，那我刚刚说我跟一个野火乐集的团体去到处走江湖嘛，然后我们在去年加入了一个很优秀的师妹，然后她很会创作，写歌写词都很厉害，然后在去年底发了一张专辑，她的名字叫做李德云，然后接着分享她自己的创作《海泥》跟《情歌》。德云的《海泥》跟《情歌》，怎么时间过很慢啊？我剩两首歌而已，是我讲话太快了吗？好，敬大家，举杯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接下来
一首英文老歌，叫做 Diamonds and Rust， 就不解释了。钻石与铁锈，最后一首歌。怎么已经到最后一首歌还在很紧张？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让你看得神魂颠倒，爱你爱到无可救药，想吓你一跳。
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抬起了肩膀，踮起了脚，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。你陪我算公道，我多疯狂，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。我多轻佻，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。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，我们是前生注定，早晚要拥抱。台湾好姐姐迪布斯，什么？哪一首？五百九吗？五百九，五百九，两百九。Son of a gun, world at the phone.
my Philly gumbo. For tonight I'm gonna see my Macheri meal. Pick it up, feel through jar and be gale. Son of a gun, what like be fun on the bio.休息十分钟，那下半场即将要上场的是喜匠，那如果你有空杯子空瓶子的朋友们呢，就可以帮我们拿到外面的小桌子，就会有工作人员帮你们 收拾，谢谢大家。